望得到的一个结果。今仔咱要来甲大家讲的故事是猴子 monkey 商人甲村民之间的相对关系，来说明股市。因为最近很多人在封股市，一定爱细意啊，要小心哦。在咱拍麻将内底有一句话，咱若减放钱，今仔日就输袂济。但是咱做一个假设，未来二十年崩盘六届，这六届你闪会过无？要哪个闪过？甚至要哪个闪过？咱阁会当得到真济的财富。今仔咱讲的故事，猴子 monkey， 饮来一个啊嘿 ，monkey 啦吼 ，monkey， 商人 merchant， 村民 merchant， 哦 ，monkey merchant merchant 之间的相对关系来说明股市。有一个商人去到一个山区，这个山区村民是会使讲过着真朴实的日子，非常的朴实。但是这个山区大家拢是务农为生，这个商人就甲这村民讲，甲叫过来，为今仔开始，恁去山顶抓高山啊，一只高山啊，我甲恁收一千块。我这小村，这新村民想讲有影啊，遮好价，高山啊遮好价，这普通时啊，伫遐咧耍灯，啊，咱种个水果夹一嘴，着等伫土脚，阁无影要食，气甲规人趴火。这个时阵有两个食饱用干人个，就走去掠高山啊，一个掠五只，一个掠八只，就来掠来交予这个商人。这个商人真正五只的就给他五千，八只的就是给他八千。哇，这个时阵好康的倒烧报，楼顶报楼头，阿爸报阿妈，砖头报砖尾。哇，大家就烧钱去掠高山啊，因为掠高山啊，比因的种田好赚些的。这个时阵，高山啊愈来愈少啊。这时阵，商人。摩人就甲因讲，为即摆开始，一只高山啊三千，哇！遮个人，大家阁愈认真去掠高山啊，阁经过半年了后，高山啊愈来愈少，愈来愈少。哇！这个时阵，这个摩人就过来甲村民讲，为即摆开始，一只高山啊，甲恁收六千块，哇！大家都抓狂啊，一直冲，一直战，一直拼，就是要抓高山啊！但是高山啊，愈来愈少，愈来愈少。有一天，这个商人，某人特讲，我要回去城里啦，要回来办一挂代志，你若有啥物问题，找我这个助理。这个时阵，这个助理就出来跟大家讲。商人走了，回去省里之后，这个助理就出来跟大家讲：“我跟恁讲，今麦一只只跟恁收六千，哦，今麦我内底高山啊足济，我一只吼，拢卖恁四千就好啊。等阮头家若回来，恁就冒死啊！哇，这村民听听哪有影哦？吼，有耶，就提钱去等。”为个亲戚朋友借钱，都想讲，即即马回来现换钱，都吼一只都现赚两千。哇！所有的村民掠狂，怎去把所有的高山啊拢买回来？这个时阵，这个商人的助理钱收收的，规部地光咧就走。从此以后，商人就拢唔爱阁回来。商人都不敢再回来，这些村民真麻烦了，负债负债，欠钱的欠钱，到山还要吃东西，到尾也没得到，又把放回来，整山坡又都到山了。
啊，这个故事你跟咱讲啥？这就是股票市场，股票市场养套杀，养套杀，养套杀。最后，伫只再一次甲大家提醒，理财是真正面的，哦，必然伫未来新的社会一定爱学会遐。上好身边有几个啊，这方面专业的好朋友，因为咱这世人跟钱脱离不了关系的，但是一定唔好忘记你做好财务配置，财务的配置要安那配，对我的人生帮助是上大的。但是永远爱会记你，卖想要赚金钱。这个世界上无金钱好赚，金钱绝对有副作用，副作用就会让你过了真辛苦。以上今仔日的视频，甲大家做一个分享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